这个老师姓李，叫李洪祥。我说你咋的了？哎呀，他说我上哈尔滨去多少趟了，这心肌炎呢，怎么也治不好啊。我说你知道你的病咋得的吗？不知道。我说我告诉你。他说咋得的？我说你恨一个人恨太狠了。知道是谁吗？他心心，我知道。哎呀，我说知道能好吗？我说为啥要恨人？他就说了，我是一名的教师，我们学校操编的多一个老师往出调，你说他就调我，那我走，我真不乐意走。我说你知道有那么句话吗？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那你必须得服从领导啊，你怎么服从领导呢？是把颠倒理吧，把翻过来，你要打这个主任，往外调哪老师，哪老师不走，你怎么办？你为难不得，你这不给主任出难题吗？你还恨人家呢？那行，爹，那我还整错了？我说你想想，错不错？颠倒过来，你干这行，这些的是，真是那么回事。我这玩意一时糊涂啊。恨他真恨错了。我说你想你错不错吧？他说我错了，我得低头啊。他说不，一般都不磕头。哎呀，我失礼，我给那老师10个礼吧。哎，站在那里鞠3次躬，咕噜咕噜咕噜就打嗝的，打完嗝的就吐白沫，吐完白沫他这羊咋整就好了呢？心里不难受了呢？哎，他说我觉得好了。后来因为他母亲有病，他又找我嘛，我上他家去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的病好了好？他说好了。他说那我就老师咋当啊？我说老师有老师的道，是吧？士能攻上官吗？你就是个士子，教学的。我说你教学你得明白老师的道。他说老师那怎么呢？我就是教学呗。我说师知师德你得明白啊，师礼你还得明白。他说那怎么呢？明白师德呢？我说你师德很重要，老师你得有德行。有什么德行？把私心放下，别有私心，别就为了那两个钱去教学去。我们给国家培养后一代，给人类培养后一代，你怎么去教这学？你怎么能把他教明白？他说那怎么能教？我说你忘我就好了。他怎么能忘我呀？我说你把你的不出啊，你别图回报，国家给你开支，你拿国家的俸禄，你把这些孩子教不好你就失职。他说那这孩子学习也不好啊，学习不好你不会给他补课吗？啊，他说那我给他补课呀。我说你给他补课你不先要钱，你要钱你就又失德了。啊，他说那还得那么的。我说你把你，他说我天天回去给我那俩女儿补课。我说这回你放下你女儿，挂一漏万，你挂你一个两个孩子，自己的孩子能漏10000个孩子不是吗？这老师真听话，真做到了。最后有成为我们科学县的模范教师嘛？他那个班最后有那就是全县的尖的班。是吧？我在长春那嘎有朋友，这么老师吗？去年吗？4月份吗？这个老师高中教高中的，教高三的嘛。4月份要开，我6月份开考高考嘛。他就把那家长也找来了，让我给讲家长的道，当父母的道，我给你讲了。讲完了，他就生孩子。他说大家都听明白了吗？是吧？你们父母没德，我老师育才。以前呢，家长给我钱呢，我不接你们出门就骂我。后来我一瞅这家不行啊，我这给我就接着了，接着我都记到账上，钱物我都没动弹，记到账上。怎么办？今天老师给我们大家讲了，我把这钱和物都给你们退回去，以后你们孩子我要补课，我一分钱不收。家长哇哇给他拍巴掌，乐了。等过了要高考之前，我就问他上我去，我又问他怎么样学啊？他说我那班是最次的，
老师，你看我们十四个班最次的班，校长把他主任把那个班交给我的，可是我就没我犯愁了，教不好了，就打你给讲完这堂课。讲我讲家长知道啊，回家孩子回家，你不能你搁那打麻将，你喝酒喝的醉醺醺的，是吧？你在网吧里你不回来，是吧？你给孩子输一个正能量，你让孩子看到啊，我父母在干什么？完了，这什么？他说现在怎么样？他说这孩子从咱们讲完，咱们那堂课讲完了。这就孩子回来都老实了，他听话了呢。这个有的孩子那分都涨，往高涨涨到一多涨150分，都达到那程度。等到高考的时候，说我们学传统文化是一个，我们得学，那么现代文化也不能扔啊，我们得跟上国家的形势啊。可是呢，他说一高考，我们参加51名学生参加高考，考大学，他说考上47个。这个老师就是我们长春市的，所以呢，我们个人都有个人的道。你使心眼，那后来他媳妇得的白血病嘛。他媳妇就是因为他们骨科不要钱了嘛，他媳妇就搁钱上使心了，动心了，就得的白血病。那我在北京呢，他媳妇给我打电话，我得白血病了啊！我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打脸了，等我回长春再说。等我回长春了，他媳妇去了，我说你知道你打脸的吗？他说不知道。我说你丈夫说骨科不要钱了，你就现在哎呀，这不要钱了咋整啊？你就不愿意你丈夫了吧？你还不好意思说，你搁心里就合计他。他说是我真合计他，我就这么得白血病。为什么叫说那为什么他这样会得白血病呢？我们想想，血是什么？血属水，水主伤，伤主财。你搁钱财上用心大劲儿，你血液没病吗？这叫恨气大，要伤心呐、啊。毒气藏到血脉里了，毒气在血脉里头呢。可是你把找着那病根了，还要好好，要不为什么中医界说搞这个叫什么非药疗法，叫性理复阳。所以呢，这心病它要往外这一反应好了，往外吐那啥都吐鲜血呀，吐出的味是苦的。那我有个见证，有的小孩母亲怀孕的时候恨气大，孩子心脏有洞，孩子心瓣那个心瓣合不上，这我都见着这样孩子都抱我那去了，你说怎么治吧？先天来的怎么治？没有办法呀，医学也没办法，说那窟窿心脏那窟窿我们堵不上呢，没法堵啊。那去年前年一直抱我们家去3个，我这没有办法去找我去，这你们搁前台用心太重了，恨怨太厉害了，是吧？这是心病。那脾胃病咋得的？那就土性人嘛，怨因伤脾嘛，好埋怨人，怨因伤脾。圣人讲那句话，不怨人就3个字妙极了。你要不怨人，就是成圣成贤的大道根。好也别怨，歹也别怨，那你不会长病的，因为你扎这个根了。怨因伤脾，膨闷胀饱，也可转食，上吐下泻，胃病、胃虚、胃炎、胃溃疡、胃癌。
最近我们有长城还去一个山东去一个烟台的一个男的得胃病了，我问他家属什么，他啥病，我说胃病，我说胃病，我一瞅我心里话这是胃癌呀，我说检查没有，他姐夫又急忙起我检查了胃积水，我心里话胃哪有积水的，胃里不长东西，他能存住东西吗，能存住水吗，是吧，后来我背地一问胃癌就得两个多月了，我看他很快就不行，我问他都怨谁，怨他妈怨他爹，咱就怨他们俩人，完了就得胃癌了，脾胃伤了，毒气在腰里头呢，我见到一个胃黏膜脱落的一个老爷还是现在还活呢，98年上去，我说你怎么你年轻时候怨气那么大呢，这老头就哭了，啥也不能吃啊，就得喝牛奶活的，是吧，接触我们了，咱回去3天以后干什么了，吃酸菜馅饺子了，他说我好几年3年没吃酸菜馅酸菜，那就灵机一动把那股烟排出去就好了，还有一个人给我画一个胃跟他墙画，我这胃黏膜脱落了，那你说怎么能给他补上呢，我说我可没招，没有办法补，你自己能补，他说那我这咋来的，我说你不怨吗，他说我都怨谁呀、啊、我说跟我又根据他家庭的状况跟他一唠，我说你怨领导啊，他说我真怨领导，我说为啥怨领导，他说领导啊我干得很好，领导你说就不提我就升不上去，我心里可怨他了，就打那以后我这就胃有病了，叫胃先是叫胃寒，后来胃黏膜脱落，我一说那完他就我说你还是没干好，你要干好能吗，领导的眼睛也不瞎看不着你啊，完了人家那帮人搁那又有的又哭又笑的，他站在那一场汗出好，毒从汗里走了，毒气在肉里头从汗里就出去了，所以说呢这个病这个东西啊是自己找的，死是自己作的，是吧，你有病了那你真能，我这我说我们说我今年的都75了，25岁明白这道理，从那以后我也没吃过药也没长过针，不但我们家的我儿子媳妇儿，我们家的我老伴儿和我那几个孙子没打过针也没吃过药啊，为什么，明白这个道理呢，不生气不上火，啥事你也别着急，是吧，不着急不上火，稳稳当当的，顺顺长长的，那你说还有的人说我们家成药店了，成麻袋那个药瓶子，你说那个药，我说那干啥的，那就吃小锅吗，说他那个毒气在哪儿，在肉里头，往外要排毒的时候往外一吐，他反应好了往外一吐，吐出那味儿是啥，甜的，色是黄的，我见着一个叫王英厚的得胃癌搁沈阳去大医院了，完了要死了整回去了，还没整他家的，整到他的家族家去呢，找我去，我到那一瞅，这他妈还能好呢，好不了了。他说：“那你得，我得知道我这病咋得的。”我说：“你院老医院的，胃是空的嘛，你院老医院的。”我说：“你听啥院老呀？”我那时候订婚呐，我说我不同意，我爹强制我跟他结婚，我又怨我爹，我又看不上我媳妇。所以我搞外边我就胡来干什么，乱搞男女关系，我说你啊又造孽了又缺德了，你不像你怨你老爷就缺德呀，
你有那古巴巴那搞男女关系，你又造孽了。哎，那我操，我印错什么的好啊？我就看你印啥样了。现在你已经不行了，你很快就要死了。这些人就听我这么说了，那我不能死，我得活。我说那看你活不活，死活是你自己决定。完了，我领导我告诉他，我说你千万不要动心，谁说啥你也别动心。你好了，你就应该高兴。啊，他说不动心，要是人要该死也没招。他20年没见面，一个弟弟去了。去了到那啥的，他正人家说的要种地了嘛，他正跟你们搁这院里跟这些人收拾休息修理能具，他站在那跟人又说又笑的，两手掌着。弟弟来了进院了，到院啥也没说，拽着他哥哥手就说：“哎呀，哥哥呀，你这病没好啊，爹就这个病死的。”一句话就把他说躺到地下，这精神作用了得吧。完了，躺在地下了，刚一就把他抬回去了，抬回去了又找我去了，找我去，哎，我说他不好了吗？他说好了，你说他弟弟来一说这么一句话呢，这一句话把他说的躺地下了，我说完了，他就一激动啊，他那嘎已经没长好呀，他就一激动，可能他这个胃裂了。他说那你得去啊。我说我去吧，我又骑车了，他一下火的，我又跑去了。到那嘎达，我说你咋的了？他说我咋又犯了？我说你是不是你动心了？啊，他说是我弟弟说我动心了。我说你看你动啥心？我这都还告诉你，谁说啥你也别动心，这就赢。我说还是该死。完了，我就说我就告诉那个他的家族了，我说你赶快往回送他。他说咋的？我说他不行了，很快就要死了。你说他那个叔辈弟弟说没事儿，我说好了，你发动他吧，我要走了，我就走了。我走了，他叔辈弟弟听着我也得发动他，那我就往回送他。上车时候走到车去，等到上客车就不能走了。到火车到卧铺里死一死，就说人家精神了不得呀。要说得癌症这些人死了咋死的？不都是癌症死的，有吓死的，真有吓死的，40%是吓死的，一下子就精神崩溃，完了就谈远了，精神压力一大，那你说那个病咋发展的可快了、啊？所以说呢，这是脾胃上的病。那再一个肺经的病怎么来的？肺子属金呢，怎么来的？脑炎，什么叫脑炎？嫉妒人，表面嘻嘻哈哈，心里嫉妒他，这叫脑炎伤肺，气喘咳嗽，吐血，肺病，肺虚，肺炎，肺结核，肺痨。子女不孝双亲最伤肺了，老年忧愁儿女最伤心。当我们夫妻俩在老人跟前亏着不孝道的时候，有了这个小孩，可是他本身没病，他的孩子生下来就什么肺炎高烧，就去医院。我还见着一个生下来就进保温箱，是吧？孩子的体温高烧就不退，搁里高16天，后有报纸报了，谁呢？这个孩子这个高烧，完他们建议我你去，我说我不去，他不找我我不能去，找我我就去，我就跟你说这孩子的根源，说孝能养肺嘛。心能养心嘛，可是孝道不伤肺了。这个咳嗽病一般都在什么什么晚年，老年到晚年了得的多。我在赤峰那个企业家论坛上，我见着一个老太太，70多岁，我也是讲完课，我就往台下一走，那老太太搁下面就跑上来了。哎呀，老师你站一会儿，我就站一会儿，什么事？握握手呗。
我寻思握握手就握握手吧，要是年纪我年轻的时候啊，你跟我握手没门儿，我才不跟你握手。我刚开始想让他是说实在的，女同志跟我说话，我说男女有别啊，要有个距离，你必须离我三尺以外跟我说话。这在干啥呢？我说不行，不行，我说你们女子跟男的说话，你别贴贴糊糊的，你让别人瞅你什么是这什么的症状。那时我就那样啊，我可执着了，是吧？那我真是我那时候考虑咋的呢？我才40来岁，那时候还不像现在呢。那个，你知道哪个人他是啥人，咱也看不透，是吧？咱们说话有个界限是最好的。你别完了跟女的说话，她贴乎你也贴乎，人说这俩人有问题，那你把你老师讲到的那个形象就没了。我现在就行了，我岁数大了，70多岁了，是吧？都是孩子了，你说啥我怎么的我也不在乎，是吧？我在北京，在那个我在杭州那什么呢，中天不山，我讲说有一个女同志就要跟我，咱俩单独谈的，我没门儿，跟我单独谈，我才不跟你们单独谈。后来那老板说你跟他单独谈的嘛，这人不是一般的人，你跟他单独谈的嘛。我说那谈吧，我说那咱就席地而坐，你搁那边坐着，我搁这边坐着，你有话就跟我说，跟我一说。后来我给他一解释，他那个病当时就好了，他除了一身冷汗，他那病就好了，说到根上去了，说到他心上去了，说这肺病啊就是亏笑来的。那老太太跟我说啥，他说我40多年的哮喘病啊，我就看了你讲座的光盘，我看多长时间，看2礼拜，我一瞅你说这个师傅在这里讲，他怎么都说我呢？这不都是我年轻干的事，他哪知道呢？他对上号了，他说我赶着看，我赶着听，我赶着哭，赶着哭，我赶着吐。他说我40年的哮喘病好了，你看我现在怎么到，他这叫什么，腾腾腾他就跑上了，他说我一点气嘛都不短，是吧？我们昨天跟那回头班的还有一个老太太，是吧？我哮喘病好了，是吧？那家乐的，那老太太直不挠了，是吧？是啊，人有病好了谁都乐，是吧？我们要保护他，是吧？那肺病的我毒气在哪呢？在肺管和皮肤里头呢。为什么有很多人皮肤要不好呢？皮肤属金呐。那皮肤那病怕啥？怕上火，怕火。你看那个要长什么，长疮了啥的，你就怕靠手摸。你一摸那个疮就吃火锅了，你一念一到那就是火到了。你把它放下不在乎，是吧？我大儿子就长一块癣，越铺越大。我说你别在乎他了，天天他老高那个上的这药膏那药膏，该上也不好。我说我还不上了呢，我也不管他了，怎么样？不管还真好嘞，是吧？你别把病当一回事，你把人当一回事。我怎么当人？我怎么当儿子？我怎么当姑娘？是吧？你就把人当真了。人之初，性本善，先天根本，是吧？本性都是善的，受我们后天的熏染，父母的血统，周围环境的熏陶，养成了一个习性。所以肺病的人要往外排毒，到处那个味儿是啥味儿啊？辣的呀！哎呀，那真辣呀！就这里头就像火烧的似的。为什么？把你好肉都烧坏了，那毒气走过的地方，把好肉都烧破了。
这是啥呢？这是肺经的病。那肾经的病怎么来的？那就是水经。水性炎病哪来的？烦好烦炎，烦炎就伤肾，烦乎这个烦乎那个，你烦吧，烦炎就伤肾。烦炎伤肾嘛，腰腿多病，腰疼腿疼，肚腹疼痛，精神乏力，汤肿，肾虚，肾炎，腹膜炎，糖尿病，腰椎结核，腰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咋来的？你看这一缓解多少病？现在很多人都得腰间盘突出，怎么来的？女同志得妇科病，子宫瘤，怎么来的？子宫炎、子宫癌，怎么来的？烦，烦谁呀？女同志烦丈夫，男同志要得腰病，烦妻子。我上普陀山，在上海下飞机就有一个男同志接我，我也不认得那人啊。你说举牌接我，哎呦，我这人怎么认得我呢？到跟前了，我说你怎么认识我呢？他说啊，刘博士让我接你。我说刘博士怎么样？你接我呢？他说我找刘博士看病了。啊，我说找刘博士看病。那刘哥，你啥病？他说腰脱呀，三年了，这家治不好了。我看见刘立红这个思考中医了，我就找他。他说完了呢，不找他，他不给我开药，要不在上海见你们。啊，我说这点病不好好的。他说那咋好啊？我说你不烦你妻子吗？啊，哎，对我这么说，我说。你这病跟近人点儿呀？他说哪有近人的？我说你邻居。他说哪有邻居啊？完了，我说你没有媳妇儿啊？啊，他说我离婚了。我说得了，怨你，保证怨你，要不你不得有病。20分钟的时间，他说那咋整啊？我说破旧重圆就好了。今天晚上就上快艇了。等第三天回来怎么样？这小伙就是这样子，这家乐的一到眼就乐。哎呦，我说王艳武他好了。他说你怎么看着他好了？我说他乐了。上回他接咱俩的时候，那俩抽着多难看呢。到我俩跟前一问他真好了。我咋好的？你不让我破旧重圆吗？没办法，我没招了，我就得把我媳妇让他回来吧。我说你媳妇不乐意离婚。他说对。我说还你有问题，他说我有问题，我知道我的问题了。这种病，那个毒气存到哪里了？骨髓里头呢，在骨髓里头。等弯弯要排这个毒的时候，什么味道啊？认识上去了，弯弯一排，吐出那个味儿是咸的，啊，苦辣酸甜咸，五味儿。还分出五色儿，能吐出5个颜色来。那肾病严重的吐那个味是啥？黑的。心病吐红的，肝病吐绿的，脾胃有病吐黄的，肺子有病吐成那色太难看了。开始是吐白的，后来又吐那个紫黑紫黑的。说我们这个班有一个就回龙班有一个心脏病的小伙子到班有点不高兴了，当时就犯病了，那吐那个东西都一块一块的，那黑的嘎嘎溜秋的，是吧？我说你算他妈来着了，是吧？你到这嘎达你还来脾气的，你还挑我们老师理来了，你看看你一生气你怎么样？毒气发作了吗？是吧？这是内五脏，五脏有病，存五毒；五体有病，亏五轮，伤五体。说内里，这是外面的，头、脚、胳膊、腿、腰的，是吧？头上有病犯上，这跟长辈、跟领导、跟老爷说话
办事儿，有父母有本身，做出种种失德的事情，保证病上头正规。这是头上的病，现在有很多人得梗锥的病。梗锥的病怎么来的？背后不是不愿意领导，就是不愿意老人。他不说，我心里有劲儿。完了，就到梗锥上了。我这梗锥呀，嘎噔嘎噔响啊，可难受了。好好研究，我在广西中医学院的一个研究生就是这个病。当时我就说，我说你不愿意领导。可是当时院长也坐在那儿呢，两个院长都在那儿坐着，我说你就不愿意他了。后来这院长说要用，不愿意我们俩怎么还能得病呢？怎么不愿意呢？他说每年的研究生来了，学费7000，今年也7000，正常交，这个我们得交。可今年就多朝我们要600块钱，我就心里总合计不对，不应该要。我就高兴，合计合计，我这嘎子就来病了。我也不知道是咋来的，还是这么来的。那院长就说了，哎呀，今天咱们要新进一台机器，没有钱，让大家一个学生拿600块钱也不多呀。我说你看看，人家没拿揣兜里吧，还是给你们用吧。他在那儿坐着就晃着脑袋，晃着晃着晃着，也就晃了半个多小时吧。哎呀，他怎么不响了呢？他怎么好了呢？说你找着那根儿能好，你找着根儿不能好。就说这是梗锥的病，那鼻炎的病咋来的？不怨老人怨你吗？怨领导怨你吗？是吧？老人是中央五行土吗？这不是土吗？他那面部五行，他不去中央了吗？那有很多人鼻子不透气儿。去年一个大学生，大二的学生给我打电话，是白山这边的。我说你什么事儿？他说我呀，黑的睡觉，白的喘气呀，都憋死了。我说咋的？鼻子不能喘气儿啊，一点不通气儿，就靠嘴喘气。你说我这病可咋整？我怎么治也不好啊？我说这点病啊，这不这点病，哎呀都难死了。他说我咋得的？你说咋治？咋不弄好？我说你不怨意老人了，你是不是怨老人了？怨哪个老人？他说那咋能好啊？我怨哪个老人，跪到哪个老人面前磕头认错，是不是就好了？我说你知道怨谁吗？他说我知道。我说那好好，就电话就撂下了。我们去那个，完了我们就后来在长安村那个办学习班嘛，这小孩就去了，假期他就去了，去了我也不认得他呀，搁电话里通的话。他说爷爷不认得我吧？我说不认得。打电话鼻子不透气儿那小伙啊，我说你呀、啊、他救我。我说你好没好？好了。哎呀，我说你好怪快的，怎么好的？他说你不说不愿意那老的让我认错吗？我说你不愿意谁的？我就跟我奶奶生气，就怨我奶奶。我说那你怎么好？他说我就跪我奶奶跟前了。我一想，我奶奶最疼我，我怎么还怨我奶奶呢？我跪在我奶奶面前，奶奶，我错了，你这孙子呀太不孝了，怨你了。他说我一寻思怨我奶奶，我就哭上了。哎呀，我说我真没良心，奶奶这么疼我，我还怨呢？我哪有良心呢？我是人吗？他说我跪那嘎达，连哭带嚎的就打我哥哥嘴巴子，哭哭怎么样？他说突噜一下就通气了，就那么快。他说搁那我就好了。哥找着病根儿了，是吧？这个老人，你说他这脑袋的病是啥？头部犯上，脚上上下，脚上的病是跟晚辈生气来的。现在有很多老年人到晚辈了，到晚年了，腿脚不好啊，那不孩子不听你话，你就管孩子，孩子不听管你就生气，你保证你腿脚不能好。是吧？你腿脚保证不太好。我在河南省商丘那嘎达给他们讲那个婚前教育的时候，那洗眼办的嘛，是吧？完了就山西来去个老太太，这老太太说：“我看你这光滑呢，我病都好了，就剩腿了。”我说：“腿咋的？上楼下楼不能走啊！这来了这不是吗？我上楼都得高人搀着我呀，下楼也高人搀着我。”我说你哪嘎疼？他说我就俩脖子盖里边疼啊。
哎呀，我说你跟孩子净挑孩子毛病吧，挑完姑爷的，挑姑娘，挑完儿子，挑媳妇，是不是挑他毛病了？哟，他说我就这嘎没寻思，那还是这事儿啊？我那不这事儿咋的？老年性入婚姻嘛，你家庭一盘亏呢嘛，是吧？你别管闲事了，叨叨叨，嘴里磨起多高呢？你把儿女不得叨得烦了吗？这老太太心想啊，还这事儿啊？今天早上搁楼上就跑下来了。他说让老师你看看我的腿好了，我咋好了？我寻思一宿我也没睡觉，妈净跟姑爷跟儿媳妇生气。你看，我说你咋不跟你儿子生气呢？咋不跟你姑娘生气呢？你姑娘是好的，儿子是好的，那儿媳妇就不是好的，那姑爷不是好的，那不一样吗？我说这老太太偏心。他说这回我可不偏了，这回我呀，姑娘也挺好，姑爷也挺好，我一寻思他们都挺好的，我怎么就给你管闲事儿，是吧？别管了，放下吧，老年了，退休了，退休了，好好修修自己呗，是吧？别乱管闲事儿，你看看国家给你起的名退休，退了就得修，修的啥？修了你哥哥身上那些毛病，不是修叨叨叨叨叨一些念，是吧？人是行修成的，修行修行行成的，不是坐那嘎叨叨成的，念成的，是吧？所以说呢，这是腿上的病，那再往上来呢，膝盖往上，那什么病啊？跟弟弟妹妹呗，弟弟妹妹要生气，你保证你两个小腿有病，膝盖往上，是吧？那你再往上两辈，两辈就是哥哥嫂子、姐姐姐夫，你跟这样人生气咋的？是吧？那说腰上病哪来的？夫妻之间来的。过去说男人是天，跟男人生气头疼，现在跟男人生气不头疼啊，跟男人生气你腰疼，是吧？你妇科有病。男女平等了，男也不是天，女也不是地，都平等了。现在什么？过去是天地的卦胎，现在是地天的卦胎。说男人也不要管女，女人也不要累男。男人领妻别管妻，女人就夫也别累夫。是干什么呢？互相，夫妻之间要举难齐眉呀。相敬如宾呐，叫彬彬有礼。我们都是一姓人凑到一起的，为什么不彬彬有礼呢？为什么打打闹闹的，夫妻和睦的太少了？都是鸡毛蒜皮点事儿，就挑毛病，挑来挑去，你有那么句话，说你挑来挑去，你挑羊毛巾啊，这是往北方的话啊。南方人不知道什么叫羊毛钉，说过去北方那个科山病就是羊毛钉病，那病可快了，说死就死了，是吧？所以说我们夫妻之间也就几十年，几十年的时光我们不要让错过它，必须要怎么办？温温暖暖，和和睦睦，幸福一生。你这才能达到什么？家庭才能和乐。夫妻要不和睦，家庭不带和睦，不带幸福。夫妻一和了，老人高兴了，孩子高兴了，想想是不是这家就和了？什么叫家和万事兴啊？我说这一个媳妇要不行的话，家没个和。合不了，那有的女同志说了，你把大帽子扣我们身上了，对，我们女同志责任大，关系重大，姑娘是社会的源头，是人类的资源，是人类的发源地，姑娘的幸好，那媳妇能做不好吗？说姑娘幸如棉吗？多干活少花钱，你别嘴馋，提满家为己任，
现在小姑娘的嘴呀，当时咕囔咕囔听不起。你说又馋，因为过去老那个老太太就说，姑娘要馋没个好，不走正道走下道。你真不然啊，我在火车在什么场合你看着吧，嘴里咕囔咕囔，那嘴是小姑娘，盯着脚，不是脚这个就脚那。姑娘性如棉，说话两头瞒，别两头传，好话传赖话瞒。你真的是婆娘两家，你来回一传，两家气不行啊，成仇敌了。谁给造的？姑娘给造的。你给他传好话，受温暖，两家庆幸啊，处的那才真是特别的难能和睦，是吧？当好这姑娘了，然后你才能当好媳妇呢。一步一步转，你姑娘不会当，你能当好的媳妇呢，是吧？媳妇性如水，多干活别撅嘴，干了活别包屈也别后悔，是吧？现在呢，说任劳不任怨，赶着干活赶着包屈啊，还后悔，我咋嫁你的？我咋嫁你的？我可没用的玩意儿，我这一朵鲜花了，插牛粪牌子上了。你咋不说你插金兰店啊？男人都不管你，这不插金兰店啊？过去的那个男同志打女人那是太玩的似的了，现在谁挨打啊？有几个挨打的？太少了，现在男同志有挨打的了，真的，这老大嘴巴上前夸夸的，然后呢怎么样？不解释，咔咔的。哎呀，这家伙，我们这次的班里就有两个男同志挨打的，就说把身脸都挠出血了，身上都挠破了。我说你完蛋，一点男阳刚之气都没有。我不是给男人整理啊，要不有的女同志，我深圳的讲课，女同志说了，你这阳光女同志咋不讲那男的？对，男同志你得有男同志的气魄，男人你得正，有正直正见，你别搁外边胡搞，是吧？又嫖又赌的，你让女人多苦啊！你背叛你的妻子，这女人也是啊。你嫁了这个家伙，你说谁不会谁不欠，你别搁外边再搞情人呢，你背叛男人，这俩人最后也都成叛徒，是吧？那不叛徒了吗？你背叛他，他背叛你，是不叛徒？是吧？在一大开始闹革命的时候，红军和八路军要抓住叛徒就地枪决，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吧？我必须要堂堂正正做人，给祖上争光，给父母争光。我们胡作非为，让我们父母在世上没脸见人。你说我们胡来，父母要管吗？你一生气还想病？我们引起从中间分开，男做女右，老少三辈，左辈的身子有病，你跟男的生气生气；右辈身子有病，你跟女的生气生气，分毫都不差。为什么？因为人是五行形成的，你跟五行界的人生气，那个病毒就进去，就进入你身体五行那个部位。癌症不是说一检查出癌症扩散了，那个癌症早就种到那儿了。我跟大家说，有的人呐，怀孕的时候给孩子种上那个病毒了，那病毒在体内可以压二三十年，等到他走上社会的时候发生了。因为啥呢？要接触人际关系了，他要有的时候生气上火就把那老病根勾起来了，叫什么？没有验证水不起老名牌，勾起来了。我见着好几个这样的了，是吧？自己性格还很好，可是这孩子呢，突然间就得了个癌症病了。你再一问他妈妈，你怀孕时候，孩子吃奶时候，
你动没动心，你生不生气，一问他，让他回忆一回忆回忆什么，是不是？孩子吃奶时候，我跟他爸爸生气三天我没起床，那时候我们一生气呀，大家想一想，血里全是毒啊，孩子在一吃奶，你说那你的血，你血里有毒，孩子吃的奶水都是你的血，你说孩子能把那个毒不吸进去吗？吸进以后，当时生下来也没发生，30年才发生这个事，完了后来把命丧了。那就是我们当妈妈的多么重要啊！要说儿女身体好坏，就问你当妈妈怎么当的，你姑娘时代你怎么当的，媳妇时代你怎么当的，是吧？你当没当好的贤妻，妻贤夫祸少，子孝父亲宽，妻要不贤，子能孝吗？那你要没有贤妻，能有良母吗？有圣贤的母亲，才能生出圣贤的子孙。我们看到我们的病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了，找准病根，认准病源，倒找一遍，找一个好处，认己不是。你知道跟谁生的气，面对面你跟他认错。没有房贷的人，我说一般都是跟家里人，没什么房贷。你跟婆婆生气，你就跪到婆婆面前认错；跟丈夫生气，你就跪到丈夫面前认错。那还有不好的，你可得发出真心呐、啊！你别虚心假意的，我错了，老公啊，然后再还拿出那味儿来了，老公啊，我错了，我对不起你呀、啊。完了怎么样？心里头一点反应没有，那白费，那不当事儿。过了这阵儿，你还是那个人，你一点也没有变，病能好吗？当我们真忏悔的，真悔过了，病好了，好了，你还得保护好。怎么保护好啊？那你再生气，病又回来了。说那我不能不生气呀、啊。有时候遇到事儿我就生气呀、啊，不要命了，生气呀、啊。完了怎么办？怎么能保护？早晨起来，这一天的时间24，这一天呢，早晨起来你先问问自己，叫你自己名字，你这一天你这人怎么当啊？能不能当好啊？你这么叫你自己名字问，那问完你得回答呀，我能当好，是吧？那答案都得说我能当好。到晚上了还得问，这一天过得怎么样啊？这人呢？是吧？我是个姑娘，我在妈妈跟前，爸爸跟前，哥哥嫂子跟前，姐姐姐夫跟前，兄弟姐妹跟前，我做的怎么样啊？到晚上了你就知道，这一天这叫房屋勤打扫嘛，是吧？你盯着打扫他不会脏的，你老也不打扫他要脏啊。哎，这样一来，你能慢慢你就把你那个不良习性去掉了，把你那个秉性都化了，是吧？你就不动性了，你不说吗？最终达到啥程度？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我我像撞门框似的，骂我就像长长似的。你看你还能有病？可是你不有病啊，他骂你你不生气，可对方生气了，他才长病。他看你不生气，他来气的，他不长病，那个病气跑他那去了。可是你要一接收呢，你怎么骂我的？你怎么打我呢？我要有人问我，他老打我，我该打你不就完？谁让你不会当妻子？有的人哪打了，丈夫哪打了，该谁让你不会当丈夫？这就叫不会当人呐，是吧？会当人的超三界了，不会当人的最难逃，是吧？你找准病根，认准病源，倒找一面。反过来，现在以前我跟他生不气，最后寻思寻思，哎呀，是都怨他吗？还得找找他长处吧。我们取长补短嘛，一看到人长处啊，就要内疚了。哎呀，我咋这么没良心？是吧？就他这么一点不对，我就跟他俩生气。可
可是你这一忏悔啊，忏悔有无穷的力量，他有起死回生的能力。我是25岁就要死了，我这一忏悔我好了，我看这种方法太好了。当我38岁我又退治了，我哥哥死了我又退治了，又好像没死了。但我一个那时候我老师，我那个老师还没死呢，我又找他，他说你退治了。哎呀，我说对呀，我可退治了2年，我不想再讲这些东西了。我说我哥哥没好，我不讲。他说你哥哥是你哥哥的事儿，他有他的事儿，你有你的事儿。后来我就是又把心回来，我这回不行，我还得讲。所以我就又开始把心翻转回来。可是41天病又好了，那就不行了，要死了。就这样一来，那就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呀。就我们坐在那听着讲了，我讲了多少也不足为惜。怎么的呢？习来千句少，悟透一句多。我讲1000句1万句，你一句也没听进去，那我白讲。可是呢，我讲的话一句话你听明白了，你得着了，你得着当人之道了，今后我人生的路我咋走了，我明白了，明了明了，明白就了，是吧？所以说我们大家在这听了3个多小时的课，是吧？3个多小时，我讲了3个多小时吧，我不知大家听没听明白，是吧？我在全国各地呀、也论坛也讲了很多，是吧？我到哪儿讲的时候，是吧？我还是这么说，我到哪儿讲，我不喜欢这个，是吧？因为这个要很多钱呐、啊，是吧？这叫什么？咱们就铺张浪费了。我到哪儿我喜欢低调，是吧？越低调越好，粗茶淡饭。吃饱就行，是吧？你也不用给我这个，也不用给我那，你给我一个什么呢？你能把身体调整好，你们夫妻和睦了，你们夫妻和睦了，你们家庭幸福了，子孝孙贤了，这就是我最终追求的目的。好，谢谢大家。